第二日叶璇微博发文，狗仔美眉陪我坐地铁，好安全第一感脚，免费保镖，并晒出一张个性自拍。叶璇头戴灰色帽子，黑色墨镜，长发披肩，一身休闲装扮，笑容温婉大气。在地铁站的他身后还有手持照相机的记者在跟拍，不少网友表示太漂亮是需要安全加码。37岁大陆女星叶璇出身豪门，参加国际中华小姐夺冠，踏入演艺圈，拍过多部电视剧电影，打开两岸三地知名度。她日前晒出健身照，却被眼尖的网友发现照片中的健身教练眼神有异，他盯着你的胸是怎么回事？照片中叶璇全素颜，绑起马尾，身穿红色运动背心，中空露出小腹，前凸后翘，曲线惹火，而她眼神专注直视前方，旁边的健身教练正在指导动作，不过却有人质疑教练的眼神，你往哪儿看呢？他好像在看你的胸。还有人建议更换教练，这个感觉不合适，引发一阵议论。